2018年9月29日，荣幸相识。在我眼中，你们是无比重要之人，但不知在诸位眼中，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。2018年8月4日，相遇相识，阿宪、阿成，还有大家，我们要一直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2018年7月21日，与君初识，三年即逝，谢君仍在，云深深处，邀君前来。2018年7月14日起，幸得与你们相伴至今。如若不是感情至深，又怎会如此久伴？子轩对你们也是一样，绝不会少。2018年7月14日，缘起于此。时光荏苒，你在就好。诸位，可愿与我饮酒动牛？2018年7月9日，与君相识，感谢三年相伴相守。温宁，誓死守护魏公子和大家。2018年7月9日，三年时光，感谢一直陪伴着我的你们。当我什么都没说。锦玲，还不过来。2018年7月9日至今，三年已过，除了舅舅和仙子，陪伴我最久的就是你们了。我，哎，仙子，快回来！2018年7月9日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这三年里，一想到你们，赵家规就没那么痛苦了。2018年7月9日。三年相识，承蒙关照，今日准备和前辈种萝卜，要一起吗？2018年7月9日，第一次跟大家相遇，三年已过，幸好你还在。那，你可愿跟我回姑苏？2018年7月9日，第一次和大家见面，三年来坚持喜欢的，除了莲藕排骨汤、天子笑、辣椒、韩光君，还有你们哟。